好，继续来看是 NBA 的台裔球星林书豪，马年气势锐不可挡。今天呢，缴出了15分、11篮板、10助攻，另外还有2次超截，生涯首度大三元的好成绩单。他在第四节最后的53.5秒，把球呢传给了禁区的魔兽霍华，结果擦板命中，当场呢就助攻集满了10次，而顺利完成了大三元。火箭板凳席上的球员呢，也兴奋地在场边吼叫。火箭中场是以106-92击败骑士。